近日，联想拯救者宣布将推出一款与热门游戏《黑神话：悟空》联名的定制版笔记本电脑 Y9000P。这款笔记本将于8月20日10点正式发售，目前距离发售日期仅剩两天时间。根据官方公布的海报，这款定制版笔记本采用了黑色和金色的配色方案，笔记本的 A 面印有金色的拯救者 logo 以及象征黑神话悟空的紧箍咒和悟空标识。此外，机身还融入了金色的纹理设计，使得整体外观显得十分独特且富有层次感。在此之前，联想拯救者已经与黑神话悟空游戏达成合作，其拯救者系列电脑也已经全面支持该游戏的测试与调优工作。根据官方发布的宣传图，此次合作的产品不仅包括笔记本和台式电脑，还有电源适配器。黑神话悟空是一款以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和中国神话为背景的国产单机游戏，讲述了主角天命人不断挑战自我，超越极限的故事。这款游戏自从公布以来就备受玩家期待，其简体中文 PC 标准版将于8月20日发售，售价为268元。联想拯救者此次推出的黑神话悟空联名定制版 Y9000P 笔记本电脑，不仅在外观上与游戏主题紧密相连，还在性能上为玩家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对于喜爱黑神话悟空的玩家来说，这无疑是一款值得期待的产品。